手中的乐器，来用我们的嘴来试一下音乐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音乐，然后我们乐队里就是每个人至少会唱歌或会两样以上乐器，所以大家对这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。我可以开始唱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參加一隊就是榮譽書院，一隊就是我們賽界友書院，但是呢就澳門大學的住宿式書院只是開辦了兩年。會港澳大專務伴奏合唱協會、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協會作為合作的機構，而澳門蓮花衛視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亦會作為我們合作的媒體。這個亞洲無伴奏合唱節2016分為五大活動，包括有中港澳大專無伴奏合唱比賽2016、人聲敲擊。